自由潜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和 Meta 同游？最近有很多同学问我啊，我自由潜要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跟 Meta 一起游啊？其实很简单，答案是看你想下多少深。看我拍 Meta 这个视频，其实是在水面上的，就是如果你是没办法下去的话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在水面上只要你待着不动，Meta 也会游向你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跟 Manta 同框，像这样子的话，那么深度大概是在5到6米，最深也不会超过10米的。事不宜迟，赶快训练吧，我在 Manta 框等你哦。